到现在还没结婚，她跟那个男朋友谈那么多年了。你就一个娃嘛？我三个娃，呵呵呵，了不得了不得。那飞机以前啊，打过仗啊。这么牛哦！当前飞行高度为6500米，风向目前为西北风，风速约15节，暂时稳定。乘客们，感谢你们乘坐烟火空客，这是用300年前的轰炸机改装的，是世界为数不多还能飞的螺旋桨飞机，被称为航空工业活化石。我们的飞机没有空姐，早餐我们提供了许多刚挖的新鲜红薯，你们想吃的话自己烤。大家记得注意用火安全，别把飞机点着了。这破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好特别，好像拖拉机一样。你第一次坐吗？这种飞机的飞行高度比较低，可以看到更多地面的景色啦。我爷真的吗？我爷爷经常坐这飞机去赶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哈哈，小美，你这是在玩太空游戏，不是打牌。那我用我的火箭直接飞到你们头上去。哼，我这可是隐形火箭。是时候对这破古董补充氧气了，启动低空飞行程序。收到机长，低空飞行模式已启动，下降速率调整中，下降襟翼已打开，速度保持在每小时200公里，保持航向270，保持安全距离。奇怪，航线有点偏了，怎么回事？不好意思，机长，新换的陀螺仪还没过磨合期。好家伙，前方是孟罗浮山，海拔4500米，爬升赶快爬升。收到机长，启动紧急爬升。很抱歉，我们的飞机飞行出现了小状况，问题已修正，请大家不要惊慌，请大家保持镇静。你开慢点，这么着急投胎干嘛？十分抱歉，老人家让您受惊了。由于我们的飞机太过古老，所以定期低空飞行更换新鲜空气，刚换的飞行陀螺仪还未适应这架飞机，航线出现小小的偏移，现在已经切换手动导航驾驶。快到头闪点了，这些小学生们该下机了，麻烦你跟他们说港普。嗨，亲爱的小学生们，请问你们心情好点了吗？我们离你们山区学校还有50公里，是时候拿起你们可爱的小书包，勇敢地走向飞机后舱门了。那边等待你们的是分量足够的滑翔伞和降落伞，我知道你们一个个都是跳伞高手，我们刚才的失误比起经历过翱翔蓝天的你们来说真的不算什么，因为你们才是最最勇敢的，你们才是这片天空未来的主人。感谢你们成绩，祝你们返校愉快。
有些小孩居然扒飞机耍，让他们赶紧跳。嗨，我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高教的跳伞技巧真的好棒棒的，还没有跳的同学们抓紧时间跳了，你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在期盼你们的归来，加油啊，天之骄子们。开心。安静一下，听我说呀，今天我祝贺大家完成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返校方式，简直可以写进我们的校史了。你们选择了一种让人瞠目结舌的交通方式，乘坐着一架破旧的烟火空客运输飞机跳伞返校，完成了你们的秋假历练作业。你们用自己的勇气胆量选择了在一架被航空界称为活化石的飞机上挑战学校安排的第170次跳伞训练。听说你们还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飞机45度斜角爬升体验，大家却能保持镇定自我，毫不慌张，和飞行员一起翻越2座险峻的高山，历经了千辛万苦，最后华丽地降落在校园。作为班主任，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好啦好啦，大家红领巾戴了吗？戴啦戴啦。这座山谷人杰地灵，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航空航天工业未来的飞行员、宇航员、工程师。他们从小五岁就开始了跳伞训练。我已感谢所有的学生家长，感谢你们培养出这么勇敢的孩子，和我一起仰望天空，你们属于蓝天呀。